谁敢我身有残缺，但我的心并不残缺，只希望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意志力去面对一切的挫折，一切的障碍。最近身体的吗？啊，最近身体，还好。会辛苦啊？读书的时候？对，还好。就是说你的健康状况啊，影响到你放弃，你会有这个担心？心情啊。现在出门还会担心别人看你的眼光，还会在乎吗？啊，是，不在乎了。如果爸爸供不起你，这样怎么办？那就找一些转账去申请奖学金。我没有上网去找有什么奖学金之类的。有的，但是没有申请。看那些电视节目，什么一名出色设计师，因为我想从小开始就想设计的。这方面，这方面有个成，怎么样？看到那些知识，会觉得会难吗？对，都还好，还可以应付，还可以应付的。很多平面设计的一些，平面设计之类的一些课程。努力考取好成绩，对各方面的期望。